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江西人喜欢吃的芋饺。芋头洗去泥沙，加水用高压锅煮15分钟。肉馅中加葱姜、胡萝卜碎、香菇碎，加盐、蚝油、生抽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煮熟的芋头趁热撕去皮，压成细腻的芋头泥。加入适量碾碎的红薯淀粉，搅拌均匀后用手揉成面团，再搓成长条分小段。揉圆后用手指推成薄薄的小碗形，放入肉馅包成饺子。水开下锅煮至漂浮，碗中放盐、猪油、生抽、葱花，加适量饺子汤，芋饺捞进碗中即可。又鲜又爽滑的芋饺完成，喜欢你也试试吧。